后的议案。大家好，我是以上 Hermades， 欢迎回到三元的频道。耶、yeah ！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的地方是真仙，我们有一个特别来宾。谁、哦？这个特别来宾呢，是网络上也还蛮红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平心。哦，但有吃过真鲜吗？在台湾的话没有，在日本常有，日本的寿司很好吃。品心还不知道今天的题目是什么，对不对？今天的题目呢是真鲜全种类制霸。你真的喜欢全种类，点一点比较好啊。可是三元是美食频道，吃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可以决定美食频道。三元啊。那品心 OK 吗？也太多了吧。对，拍完身，然后。清洗全部 OK 吗 ？OK。那我们现在就请店员帮我们送。OK， 那开始吧。来呀！现在目前先上15盘、嗯。那三元，你想要先吃吗？好，那这个吧，自己有名的这个马古龙。那你跟恒星各一个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日本人的吃法不一样吗？一样啊。嗯，好吃哎。太多了，一点点，一点点这样，它是酱油的味道，不是酱油，芝士的味道。可是台湾人都好像加很多哎，这个不重要，没有也 OK。瓦萨比太多的话，有瓦萨比的味道吧？对啊，就是吃不到生鱼片的原味。对，没礼貌，原味的它。那吃萨摩吧，在日本也喜欢萨摩，所以我最好吃这个吧。然后吃，哎，我也最爱吃这个，哎，我来真鲜都只吃这个。嗯，好吃。因为有一个东西在那，好吃，嗯，全部好吃，但不懂，没有感到感动，感动没有，因为熟悉就是好吃的东西，没有特色，普通的好吃。这我还没吃过哎，旗鱼，我要来吃旗鱼的，好吃，好像有点难吃的感觉。哦，因为被呛到了。瓦萨比太多了啦。对。没有吃到它的原味。瓦萨比不太多比较好。Happy， 多少？普通的好吃。卖。好多瓦萨比哦，大的萨摩，很期待大的萨摩，我喜欢萨摩，所以这个很期待。嗯，我喜欢，哎，这个有特别的感觉，有感动吗？今天第一次感动，这个真好吃，我也很喜欢，不好意思，我喜欢，我有度，鲑鱼，鲑鱼度。鲑鱼，鱼鲑鱼，嗯，呀呀，そうです。おかしいか。全然对吗？这样对，真的。もう一回。鲑鱼。全然对吗？どうぞ。パスタ、意大利面。不是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吧？意大利面加奶油。有味道，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。没有熟悉的感觉。来这边请点意大利面试试。雨欣都没吃饭，午餐没有吃，就为了来跟三元一起吃饭。哦，三元，三元，美女喜欢三元，大家都喜欢三元，大家都喜欢，我也喜欢啊。啊，不要，吃吧，不要吵。好，公平的猜。这个也熟悉吗？是。猪脚，我喜欢，我喜。有特别的感觉，但普通的好吃。这个不是寿司，是焗烤。对，有意大利面，有焗烤。对，很奇怪的。おかしい、おかしい。对，看起来超おかしいば。え、不是寿司。普通。普通的好吃。普通的普通。不。どうぞ。おいしいよ、おいしい。兴趣是什么？我的兴趣是跟动物有关的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嗯，三元有养动物。哎，没有。你吗？不要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吃吧。第二轮，开始。嗯。
可是真的好吃，有点甜。嗯，我梦，普通的好吃。普通的好吃。那继续吧，寻找不是普通的好吃。普通的好吃，可乐萨摩，感觉很厉害哦。又萨摩耶，普通的好吃。剩下一个我吃。怎么了？先吃一个。嗯，特别的味道吗？嗯，没有。第三轮 start。还好，刚刚的沙门比较好吃。哪里？OK， 普通的好吃，全部都普通的好吃。这个叫什么？黑麻鸡翅，一大大黑麻鸡。哦，好像哆啦 A 梦。对。黑麻鸡翅，一大大黑麻。哎。哟。普通的好吃。不是，奇怪。是真有吗？当然没有，这个不一样。真的吗？我吃饭，三元吃这个，这没有饭。我会做蛋糕，生日蛋糕。我的生日，5月8号。八号。你说？哦，加一半要知道这个。好饿哦。5月20号。我也知道。嬉しいです。嬉しい。イスル。イスル是什么？第四轮是甜点。耶，甜点耶。你也吃甜点吗？没有，我要帮你们吃完。那吃吧。啊，现在甜点都是我们的，对，然后寿司都是雨山的。对。吃布丁吧。嗯，真好吃耶！真的感动的味道。呢？呢？哇！哇！好呀，吃的意大利披萨。好好。耶，终于来了！嗯，美味，美味。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来啦，拿。我们吃完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吃完喽。吃完啦！耶！那三元觉得这一次最好吃的是哪一个？很难。全部都很好，全子很难。有没有最好吃的？你最喜欢的？有，那我发表。又要用唱的吗？嗯，没有复习的歌。动手。布丁。至于好吃的是什么？芒果布丁。真的？真的？真的？太甜了吧！太好吃了，感动的味道。我都没有吃到，真的感动，我都没有吃到，我都没有吃到。三元，你认真觉得最好吃的是什么？寿司的话，果然这个。哦，鲑鱼肚，鲑鱼肚感动，最好吃，我推荐。你有先喜欢的？寿司，我喜欢这个。哦，鲑鱼三毛。嗯，我喜欢鲑鱼。我觉得其实最好吃的，没有呢，都很好吃。是，可是因为我不太吃鱼，所以最好吃的话，布丁吧。你没吃过吧？没有吃到啊，好难过。
如果喜欢的话，按订阅，按赞，还有上次点进来的影片选种类，然后他们的频道订阅频道，要按赞。